刚认识两个啊？哦，怎么认识两个？说你的爱情故事。他来吃面，我们扣到的嘛。结婚了多少？结婚了，大概有35年了。35年了啦。35、36叫他，36了。我们是第三代接过来的，我从小都不喜欢读书，啊，我妈妈就叫我啊，你不喜欢就读书，以后不可以做 office 了，就去做小贩喽。那你下了很多啊？从大概以前到现在啊，下了一半。下啊，最近班车搬上来楼上啊，下得更厉害，辛苦当然是辛苦了。怎么辛苦嘞？啊，因为半夜来呀、啊，半夜来，你看半夜我们一点多就来，回到家4点这样，下午4点收到好啦，回到家里4点，因为很累嘛，又做不到什么生意。那你会传给你的儿女，还是他们不要学外人？他们不要学。那既然他们不要学的话，你觉得你会传给外人吗？你们家传给你吗？我看是也是没有人来问你，没有人要学的。因为做小贩人家现在能做到很辛苦的。年轻人啊什么他们找不到工作，他以为小贩很好赚，他出来开小贩多2年他就倒闭了，2年他就倒闭了。很多的就是这种事情你们不知道我们就知道，因为他每个出来开啊就花10多20千，2年后就收起来了，很多是这样的，差不多有78千、88千，一定收起来的。来做小贩时间很长，利润很少，好像也这个豆芽以前哦几毛钱，现在一斤肉就快半钱，快6钱。对行情啊，现在行情啊一直下了。啊，谢谢你们啦、啊，好、哦，哦，谢谢你们啊，祝你们的伯爵做得很好，谢谢，学业进步。好、哦，以后做了部长啊，帮忙安哥，不要给安哥做小贩了。我不会回来。哦，希望你做部长。